有途人抱埋隻狗啊，想前问容祖儿可唔可以影合照。今次祖儿嘅答案就再唔系，唔可以。不过当影完呢张合照，佢意念嘅功力慢慢变黑又得，立即变黑晒亦得，得咗。分身变身变圈中记错。容祖儿之前为咗19场演唱会搏晒命。最后仲搞到双脚严重劳损，膝头哥重创发炎，搞到行唔到路，要坐轮椅揾医生急救，再喺膝头哥抽咗50cc 嘅黄色液体添，呢啲真系为艺术而牺牲啊！不过休息咗几日，为咗好朋友关子班，佢都继续做嘉宾。呢、这个朋友的确有义气啊！最近祖儿终于可以唞一唞，同妈咪兼朋友余丽丝出街弹贴，仍然都悉心打扮，有一条鲜红色长裙加顶帽。不过唔系做嘢，终于唔使着高踭鞋啦。祖儿可以着翻对舒适波鞋，俾双脚唞一唞。离开餐厅即刻有个大妈抱住只狗，上前要求同祖儿合照，兜口兜面啦。今次祖儿就冇好似当年咁。祖儿可唔可以影张合照啊？可以。而是拔好头发 ready 同佢自拍，不过呢位大妈揿几次掣都唔成功。嘿，搞掂！临走祖儿都同佢笑晒口，寒暄一两句，八鬼一拧住面，祖儿就9秒9反晒眼。行够两步，又有个女仔追住佢要求合照。今次有祖儿妈咪同余丽丝出手催促，先至好快甩身咋。